现在我们是从太麻里永明佛寺现在第四天了，我们将东西合而为一，回到我们的自身，就像我们自身的大脑百会穴跟我们的尾里都能够连成南北两极连中穴，经络会布在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华夏文明所谓的中医，就是经络了。经络能够通人类的结缔组织，重重无尽打开这个结，所以我们解冤而是解了，通过我们的太平洋沿路整个东西合一了，都在人心，所以人心的合一，世界一定合一的。我们也感恩透过大脑四库水海面山印回到自身来去自如，如同生命的源头从来没有停止，灵性不生病，灵性不死亡。我们也感恩如陀部再次完全荣耀交托，感恩。